我已经找到了，但是……拜托拜托，你看快给我换！都是写字，快点！不要不要，不行不行！哎，要多走掉！我有看到一个，我有看到一个，可是我腿好软哦。他们两个也差不多了。对啊，对，赶快！王恩虎的跷跷快一点！哎，真的很像会游泳。等一下。 哎，有哦，有，他又不会，圈圈是刚才我提醒他，他不知道翻沙漏这件事。哎，好吓人！哎，你一起来第一天就学坏了，被你们教坏。我要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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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沙龙慢一点，我回来了。我好期待，好期待 Walkman 说，我赶紧淘汰。快超多！我们是死神。我想这个秘密我们都不要讲。我们等他。可恶，还不够快，够快啊！哎，你的快漏掉了。快完了，快完了，刚好，我算得很准。 你收集完了，天哪，真的假的？你刚那两张应该就先给我，就先过关了。我们多担，我跟你讲，我们刚才在那边多担心，多担心你沙漏漏光了，真的。我好期待，好期待 ，Walkman 说，你的沙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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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唯独就只有一个笨蛋不知道要翻沙龙。刚刚我在跑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面都是什么吗？是他们两个丝袜套头的样子。你知道我多想看到，我现在带着是所有全台湾观众朋友们的希望，对不对？要看他们两个丝袜套头有多么困难，我是为了你们而努力啊！哎呦，写三张，写两张，写两张。来来来，那就先去吧。两张有了吧？耶。兔花花，我真的很欣赏你，救命！第三张，兔。怡婷的婷是言字旁的嘛，对不对？有什么好问别人的？好，哎，怡是人字旁的怡嘛，对不对？三点水一个女啦，是三点水一个女吗？对，人字旁再一个怡。然后婷，那这个婷比较少见。土怡婷，我真的很欣赏你，救命！人不高的人怎么写？我的人有很难吗？你这个很太假了吧！人府哥，我真的很欣赏你，救命！救命！傻空空！救命！傻空空！哎，我这么在想，你不行，我太过分了哦，这样很伤人哎。好了，救命！救命！救命！在那边叠对叠，没有叠对叠，我们是真心以对，因为你刚才的表现就对啊，让人家觉得有问题。我是人本来就让人家觉得有问题，不是，那就是说接下来他的这个到底他有没有要相信你，也没人知道。我有没有嫌你？不管你有没有相信我，我都相信你。哇，你不要这样，很多人撩我。你今天纠缠在两个女人之间，对啊，好开心。剧情姐会看，哦，那是三个女人之间。Housekeeping。哎呦，都没有人呢。哎，没人啊。可是有衣服啊，我的妈！可是有衣服啊，我的妈！可是有衣服啊，我的妈！他没有说队长是谁，所以我想说，我要先偷看一下队长是谁。队长是我跟鞋子两个人。我猜错了。我们要抢我们今天的队员。手边。啊，快快穿上你的蓝色衣服。对，比赛开始，看谁先做好。如果分数一样的话，是比赛谁先做。乌梅是多少啊？二十，二十，好像二十。
骗人。哎，已经好了，哎，已经太重了。如果分数一样是，如果分数得分一样，我们是可以吃包的饭。哇，天哪，哪一个看起来像洛神花？真是的。刚是说洛神花几颗？哎，不要，老板不跟他们讲啊。哎，我有印象，我有印象。老板给你带奶嘴啊。先扎十五克，还是甘草十五克？好像是先扎十五克。你确定？就是对啊，好苦，真的好苦，好苦！老板，我想问当初老板了。那他要吐出来啊！你们吃这个不能吃啊，要吐出来啊！好苦哦。因为他们酸梅汤都是来熬汤的，不是拿来直接吃的，因为不会像什么当归枸杞这样可以直接吃，因为它是中药。你吃这个解解解解酸，喵喵。我们要是比赛，要最后比赛谁先包完？这没办法解酸的口了，水让我喝一口啊。对啊，老板拿的是甘草。哎，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待会分两队，然后各派两位队员手勾手，在馆内找题目答题，答对就可以把板子带回总部。答错的话，两个人需要 Michael Jason 接球。Michael Jason， Michael Jason， 你的好是 Jackson 还是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月球漫步前进。那你示范一次，你示范。我们要看标准动作。那我们也会吗？潘云哥会。不会。你示范。我要示范。你示范。来来来 ，Michael Jackson。你这是往后走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说。哎呦，中指，中指。我都要晕车了。好了，接下来是。种子对决，种子对决，冠军赛，冠军赛哦！你等一下会很痛。种子对决，谁赢了要举手才能去答题哦。好。然后呢，答对之后下一关就是种子了。预备，开始。啊啊啊！丢歪了，丢歪了。谁先举？谁先举？这样这样这样，我跟你讲，这样这样这样，我跟你讲，你们两个过来，一二三，一起讲答案，好，好不好？这样就不会有谁听谁的。一二三，主谋，哎，对，再一题，对啊，再一题，再一题，再一题，平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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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还没开始啦。哎，他才刚第一次，我一块妹子。来喽，掉喽，冠军赛，谁是下一 round 的种子呢 ？Go。哇！太高太高！加油！好的一年！再拼加油！哎呀，刚刚这个是机会，很危险！人们，我刚刚那个是机会。答错！啊！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怎么办？再测一个人，再看一次，太知道了，不可能错了。恭喜答对！啊！好强啊！哎，这个雨欣真的白跳了三轮哎，蔡王如要继续当种子哎。为什么要跟上次海滩车一样啊？在用人的是蔡王如哎。那就是你，一直都是我，为什么？好累啊。
雨欣最可怜，她白白跳了三轮，然后什么都没有。横着被弹起来，超好笑的。再次，你躺着，再次，对，抱着球躺着，再次，对对。你不要踩到我啊！太远了，好像了，太远了。你们两个，我就直接跑到这里来，我没有带钱、啊。我们节目就靠这两个赚钱的。真的好累、啊。唐员外出外景哦，就是只要有来宾就好了，你知道，要女来宾她开心的。好了，那这一关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那恭喜花花继续当种子。我们来进行一个秘密任务，双美 VS 三帅，如果成功的话，怎样？明天第一段的车程交通工具就是机车。我们两个骑一台，我们双载吗？有一台。我们要赢，但是你以为成功了吗？啊，现在不会。我刚才算是。花花的秘密指令就是听到三帅有人说你坏掉了哦。你坏掉了之类的，你坏掉了哦。哦，好，你一定要有个哦，一定要你坏掉了，坏掉了，你坏掉了，同意，就是一定要你坏掉了。嗯嗯。君君的是三帅其中一个人给你卫生纸，给我卫生纸是太难了，因为他们三个人从不带卫生纸，是不是？没有给过我卫生纸。我们会放一盒面纸在那边。我知道了，你等一下先做一些奇怪的行为，故意在那边伸展啊，或干嘛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就去弄到我之类的。不是弄到我下面，好不好？弄到哪里？就弄到我脸什么的，然后我才跟着哦，然后就是他就会给我卫生纸。喂，这么简单的剧情，你觉得他们会？我不觉得吧？会吗？可以很简单吗？如果那个经过五个仿题没有成功的话，这个摩托车就是三帅的喽。好傻耶！我刚刚还在想说，会不会他们其实也有秘密呢？你们赶快想办法比较重要。我们要想办法得到那个机车，不管他们有没有那个秘密。我就算没有哭出来，我也可以流鼻涕，我可以。好，他可能会讲说，哎，鼻涕要不要擦一下？这样子啊。丢高了。等一下，这是节目里要的还是公关要的？不是，现在到底是要花絮也可以问。然后他们要问，就刚刚好。请问那个五周年巴西三日行，他第一天的行程这样下来，有什么特殊的回忆跟感想？我一开始很讨厌，很生气，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那中间过程那么长那么长，怎么有可能都拍出来？但是我真的在录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好好玩哦，因为我觉得艺人要一起骑从台北骑到高雄应该是很难，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节目关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我会一直记录下来。然后今天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是比特花再度发挥，就是明明她一个女生，为什么她可以冲这么快？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群群冲比较快，对，群群冲很快，可是群群在桃园就后继无力了，可是比特花一直往后冲，所以是我让我觉得她很厉害，我怀疑他应该有在泰国住过一阵子。对，没错。那因为今天真的就是因为在人虎哥还有大家就是一起齐心一起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欢那种分享啊，团队一起共同努力朝向一个目标完成的那种热血感。当中间第一站的时候，我们有拍到照片，嗯，我就在路途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很青春哎。嗯，就是那个感觉很棒，嗯，很棒，对，而且有一种革命情感，对对。说真的，这个是我私底下根本不可能干这种事情，就算要做，我也会骑摩托车或开车，我绝对不会想不开骑脚踏车。不过我觉得这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可以体验到这个骑脚踏车这样子北高三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因为五个人要凑在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不是节目的话，根本不可能。一开始也是觉得，在开玩笑吗？
就是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人在台北生活，所以不管是我在外面交到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工作上遇到的朋友，都会让我觉得很想要把他们当成我台北的家人。然后第一个让我有这样的感觉的团队是武代拉拉队，然后今天在基尔我也感受到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真的很好的妹妹在照顾，然后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节目上，大家都是很挺对方，所以我就觉得感动。我今天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有兄弟情谊，然后也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就是大家好像一起很努力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难得。接下来所有的阶段就是我们五个人要一起来完成很多事跟扛起这些责任。我觉得今天青青那个花花讲到一句话，我觉得是我刚刚在骑车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他讲，我觉得很感动的。他讲说呢，其实他觉得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好累想放弃，可是当你撑过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份喜悦是更大的成就感，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饥饿游戏，我们一开始是饿，到后来开始被你们安排一些比较辛苦的行程，虽然我们嘴巴都一直念一直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谊，我们大家在一起看到彼此都在努力，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强壮，然后一起面对，然后最后克服完了之后，我们就在享受每一次克服完的那个成就感，所以这是我们的记忆。轩，你还好吗？我不好。为什么？他快哭了，情调腰很痛。那第二题就延续这个话题好了，就是花花君君加入之后有遇到很多奇怪的主题吗？那有没有很开心呢？很开心的，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当下觉得很问号，可是结束以后回去看播出的时候又觉得很好笑，对，然后很开心，就是每一个回忆都很特别。好，第三题，今天中午不是有投票说谁最幸福？而且如果重新投票，你会投谁？导辉，我让你猜。为什么要猜？你自己，你自己。你在哪一个最没创意？哎，你在哪一个最没创意？哎，你为什么那么创意？全进你的鞋。全进你的鞋。有事吗？你在玩什么呢？你玩，我想说你在玩什么梗？然后你喷出来，然后闻到，闻到你们了。他刚没有，没有啊。他刚的好漂亮，我很好看。不是，我现在这只手。什么？痛啥？有事吗？我刚只有水，我刚只有手，我现在连裤子、鞋子全部。你可以直接讲，你已经喷两次了。而且你还喷到我的绿松汤里面，我是怎么喝？因为我们大家都猜好，你干嘛喝水啊？我打电话，我自己都不想。哦，你要喝水，然后讲话就要让我们猜。对。梦泽小心。可是我已经全身湿了，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你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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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秘密任务？你就在此。我等到没，你是不是有秘密任务？没有。我坐这。那群你小心，你干嘛换位置啊？你知道，我现在这一身衣服原本大家是不想要，但是被你喷完之后，搞完现在很多宅男想要我身上跟你，我全湿。好湿哦，孟哲哥，今天是可以不用洗的，对，但是他还是愿意陪人服务，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那个里程数其实是不少的。对啊，真的不少。对。是，爸爸，你妈的，都没有猜到，你要聊给我，俊俊要吗？有哈，就是你们觉得最后很有意义的礼物会是什么？谁知道啊？会有礼物来啊？我觉得会是把这次我们整个行程，然后剪成一个影片或者相册给我们，因为他们我发现他们一直在拍照，有意义，有意义，就是会整个行程的记录，然后弄成一个本子给我们。啊，那应该就是中式外面挂一个更大张的海报这样子。对，搞不好，对，搞不好就是换一张大海报，就发给你们。原本海报是挂在一楼嘛，对，一楼的广场，一楼里面，啊，现在就是挂到室外这样子。
外面那个本来都是放锯的那个。对对对。第五题哦，哎，好，最后一题了。明天还有骑车的行程，会想要用什么心情让自己骑不累？今天教练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九字诀，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就会到了。我觉得我会用一个去体验生活的方式去面对这一切，因为这真的是我应该这一趟做完之后，我绝对不会再这样想不开干这些事情。就这么一次，就开心就算你们要求也不要了。娃娃，我明天只有不想要再骑脚踏车了。还有一个，各位的，还没有吧？我觉得已经有人在回光返照。还没有吧？好，很快。还没呢，还没呢。不讲啊！好累哦。他的任务是不是还没完成呢？是吗？任务还没完成。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没有。所以我们如果结束了，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没有啊，我想跳一支。现在我他已经有任务，然后还没想到要怎么样去完成。不是了，花花过来一下，过来，怎么了？过来，来一下，任务啊！什么？恭喜，请把这个机车钥匙交给三帅吧。好啊，欢迎你们，恭喜！任务，任务完成哦！两个女生有任务。我其实那个饭店说对不起，我那水是干净的，我刚刚有发现。你们什么任务啊？如果你没有完成，应该我只觉得就是他一直很怪啊。你不觉得超怪？对啊，超怪啊！就是你讲出关键，要讲出关键词，你们都没有讲。你看这根本很难，他们讲。还有什么？等等，我继续做，你们帮我讲。冰笑。类似的。你傻了吗？别的词。你疯了吗？不是。白痴哦，上吗？不是，那类似的，往那个方向去。你往那个方向，我就怪掉了。对。本来是如果女生赢的话，明天有一段车程的交通工具。他不是整天啊。这是我。你怎么那么小气？一段。他们没成功。你们早一点讲，我会叫你们成功的。我的任务是。你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拿卫生纸给我。好，辛苦大家。哎，你那么缺？你在急？老板，等一下。那家，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说话。我没有要说什么啊。真的？你的头吧。真的好。投。但我昨天是有投啦，你就可以。我昨天我真的有投啦。我有想要开经纪公司。是真的，你等一下，还没，他约还很长。没事啊，你就投啊，对。哦，那是真的是我哎。侯嘉庆，你要去哪里？巴黎吗？什么意思？巴黎？你怎么能贿赂我？等一下，等一下，大天，等一下，我投了，你都没有讲，要讲了。昨天炎亚纶就拿出来。昨天拿出来，蔡王乳。我跟你讲，一张票换巴黎旅行，超划算，真的。哎，这讲这录下来哦，真的，巴黎哦，是法国巴黎哦，法国巴黎，法国，不是淡水巴黎哦。老板，我跟你讲，来，你自己的票自己拿，两张都给你。哎，等一下，没有，你投你自己。你不要一张票是，我全家大小都带去。那就代表在演艺圈要签够多艺人。那炎亚纶就上个通告，其实也没拿多少钱，就算拿奖金也才2400的，结果要飞到巴黎来回机票。那一关呢是踢足球，关键会负责防守，你们两个只要进三球。什么足球？进三球。哦，就足球对。对，就是足球。OK。这怎么进啊？你一定要枪就对了。这怎么进啊？好累哦。这个他整个坐在门口，可以干扰他吗？另一队的。来，给你。哎呀，你怎么往返？
不是我，你自己提到的。正，很难哎。正，因为我只有一个缝啊。进了，进了，进了。不是，那你转机哦。他们可以。哎，我们后面，他们后面来，我们，因为他累了，你知道吗？这关他们也不见得过得了啦。对，这关真的也很累。哎，不是哎，不能，不能，要需要技能。我帮我就旁边在那边。我觉得我们先玩这个比较吃亏，因为他体力充足。等一下，前面那个更累。哎呦，哎，有差一点点，差一点。哇！我秀，对了。哇！我秀，对了。在哪？去抽牌，抽牌。太累了吧？我就是负责抽牌的那个。好了。OK。好，下一个。好。那个更累，好不好？哎，哎，哎，快快快快！那我们对啊，前去下一间。进去，快跳起来，跳起来，迎进去，现在把车停。来跳跳，他来不及了，他来不及吗？来不及了，来不及吗？来不及吗？来不及吗？来不及，来不及吗？等等等等，不能夹住吧？来不及，进去，耶！屁股不要对着我，快点，快点，我挡住，我没有碰到他。这里，耶耶耶！但是。你们两个夹吧，你们两个夹。他踩到我，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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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进去了，进去了。蔡依林，踩到我。干嘛动？干嘛动？我死！我要笑死了。好，拜拜，耶，拜拜。谢谢了，谢谢喽。在哪里？哪里？这里吗？是吧？我刚好看到饥饿游戏的，这是什么啊？撞球的。哦哟，这是什么？请问这是什么？轮流跟饥饿梅西一起 PK 足球赛。你是梅西哦？我是梅西。然后呢？然后你是梅西。总共比赛六场，一人三场。嗯。累计进一颗球100，两颗球200，五颗球以上500。哦，那要先给你们，所以你要踢进他的区域，我要踢进他的区域，然后你要先给我那个我们那个入场券，对不对？100。那我先玩，我先给你。没洗，没有说不能没洗，没洗呢，没洗。我最近有练过，没洗，没洗。好，那谁先？没洗，没洗，没，没洗，没洗。哎，小心，小心打。哎，你小心，小心，没洗。没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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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你，换你，浩浩，你要先换我，换你，换你，性感宝贝，性感宝贝，没洗，那我要把它弄出来吗？现在，没洗，我全要弄出来吗？不是，我全要，没洗，有没有？等一下，不行，我好对，干扰他，对你干扰，干扰和你干扰，干扰，干扰，你干扰，没洗。我剩一球，没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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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进去了，没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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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进去了。哦，一球，一球，至少我们打底一分，吼吼吼，我们没机会，来来来来，我有两球，没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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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打算最后一球，没。我已经这么进去，没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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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没洗，你好吗？
球，所以恭喜你们获得100元。算没完没哦，等于好累，等于很累，然后等于很累。哦，再找到一个很漂亮的 ，yes， 就是找盒子，就是找盒子啊，找盒子很够。找一位敌队的队员拿水枪射你们两个的脸各一次，可获得。找一个敌队人拿水枪射你们满脸。不可能，这个很无聊，没关系，我们先把它做完才可以去。那我们不要，那我们不要。已经开了，一定要去完这个任务。哪有这种的啦？我可以说我不要啊！开盒子啊！哎哎，是上上二楼，是哪里啊？上哦上。青在哪里啊？人怎么都不见了？青，怎么了？你在哪里？我们在走楼，走上来中。你们上楼了？你还没进去童叟无欺吗？进去了啊。你进去了，那你有任务吗？没有。我们有任务哎。啊？哦，因为你们翻牌了。对。我们没有翻牌啊。待会如果你们也需要喷的时候，对，你们要射我。好，快射我们。然后待会你们需要射的时候来跟我们讲，我们也射你们。对对对。就可以得到那张牌。没有，就可以过了。对。所以你们现在卡关，我们帮他射，他们就可以继续玩。可是你们待会也会遇到啊。他们就会帮我们。对啊，我也会帮你们啊。那我们可以找别人帮忙。那别人不见得会帮啊，别人会跟你一样的状态啊。别人不一定会过。对啊。啊，等一下，而且因为他们是钱最多的。对。那你给我们500块。你给我们钱，100不是太少了，500不能进去，300，200。那待会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要给我钱。是他说要钱，不用钱，你们也会遇到了。100，200，200，就是那么多，200啊，快点呐！哎，我们刚刚说，我们花在打高尔夫，我们从500已经降到200。好，给你们，好，来200，好，1、2、3，好，嗯，好，有了，好，任务成功，获得奖金300。啊，谢谢，谢谢，谢谢，还要踢球的，来，送个票，谢谢。对，放一点。你没信？你没信？哎，北京几岁啊？28。28岁。哎，那里有。哎，在哪里？你比林生近了，来，那你现在28岁，你有女朋友吗？有啊，有女朋友，有女朋友。不是真的，有点太突然了。我不管，反正你敲给我。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我跟你们讲一下。等一下，你在忙吗？我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那你先帮我那个转移一下注意力。我跟你讲，你把我的牌子给我。你帮我转移一下注意力，让我们进球。对啊，我跟你讲。你们没有时间限制吗？这个我不知道哎。你先跟他聊天，我跟你讲啊，这个先注意一下。还没开始。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们先暂停。我跟你讲。哎，进啦。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们先暂停。我跟你讲。哎，进啦。好 ，OK，Yes。Yes， 我帮你们。帮你。他讲的哦。对啊，我帮你们哎。三球。好。恭喜你进三球。耶！然后再来是这样子，我已经拿到 G 牌了，然后我也知道答案了。什么的？可是每一张 G 牌又不一样。都一样的，都一样的。每一张 G 牌都一样。所以你们给我200块，要，我就给你们看牌子，然后跟告诉你们答案。要不然你们答错，可是我们要先把球打进去才有机会。对，那要不要嘛？要不要200块？你可以去看那播出，大概这么近的距离，还进不去。要不要200块啦？200块直接答案。放动机，金秀贤。你为什么偷看？我没有偷看，我就坐下而已啊。我刚刚是坐下。你眼睛有撇过来？你刚刚有。哎，你刚刚怎么看那边吗？我在跟你们讲话，我要尊重你们，我要看着你们的脸。
想清楚，我们要开始玩喽。对啊。好，你继续。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六。不行啊，我们还没考虑好啊。我们要游戏了，你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关在这边就搞半个小时。那我们帮你出这100块。没有，我们已经出我们自己，我们不行，要200，要把刚才要回来。你刚刚骗我们嘞！你刚骗我们要打折哎！你刚刚欺骗我们嘞！我刚刚超相信你的。而且不是，而且你们等一下如果有一样的，好了，100啦！一二三 ，C。嗯，对啊，是不是？答案是 C。那么白，对不对？我是不是对你们很好？很简单啊。很简单，你看到答案了，你才说很简单。啊，没有看到答案，但很难。A B C 是很简单，因为这两个根本跟它不像啊。金秀贤跟宋仲基都不是长这样。对啊，那很好啊。废牌。那很好啊。哎，你们早上就去买鸡腿排。我帮你们，你们还这样。哦。要我花钱的，外面有那个，不是他有一个抓的，中间那个，你去用那个抓的那个。这不是我想的那个，这太低了吧？我以为是很高的，好看好吧？他们有人在拍，他们为什么在拍我们？拍什么？干嘛？任务找一位金，炫耀任务，这里啊，选一位。金鱼是谁？我找一位金鱼。金鱼是谁？金鱼是谁？金鱼是谁？是我们可以合作。不要，推盒子只让球进盒，每人需加。这个可以。儿子，额头钢笔垫要叠高6个椅子哎。这个呢？拍盒子。拍高气球，气球不落地期间收地上，只要气球不落地，两个人连续完成这个好了。没有我去。哎，我们来，谁要跟我这个？啊，我们就过关了。我好。走。那我帮你叫一个人出来，你要小心一点。走，小声一点。你小声，你先不要拿牌子。哪里？悄悄的走。花花，干嘛？不要急，慢慢走，装没事。装作没事。我要找谁？随便找一个，随便你啊。找一个没事啊。你看外面有没有人？感觉可以找，感觉可以找丫头。出任务的感觉，你看他这样走路在显化。对，你要显装没事，然后 Q 一个人，随便 Q 一个人。王。我很黑吗？啊，没有，只有学生。你去拍照。很黑吗？很黑。哦，很黑，因为他今天刚好也很黑。你说什么二次元那个吗？你跟我自拍。自拍。对。有东西。你要哪一个？因为他合作，我刚买是这个哎，一人左手一拳右手，限时三分钟夹乒乓球，是用手夹吧？这个，我帮你们决定这个，你们要去。真的吗？那就这个。这个应该可以吧？刚好我作品。好。
你的游戏范围就是在这巧屏，所以气球就是你不能跨出巧屏去拍气球。那你收啊？其实另外一个人收这个？没有没有，同一个人拍一次剪一次，至少都要剪一个。OK 好。然后要十颗连续，两个人都要。好，开始。好，开始。这个意思吗？完成，就这样，剪好。因为他们叫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叫一个人进来，你刚刚进来用膝盖顶我，我吓一跳。不是，因为他们说要神不知鬼不觉。哦，用这个夹，这怎么一个人用右手，一个人用左手，每个都要有球才出来。好，来计时，正开始。抓到这个，对，这个夹的方式，对，好走好走，没事没事，不要急不要急，好，好，我先夹一颗，拿你夹一颗，如果距离这个左右距离不够的话，就一人一颗，用了一分钟了，可以啊，三分钟可以，哎，所以这是全部五十颗吗？对，哦，所以要全夹吗？好，那我们就不用算了。好，你先、嗯、我先等一下，等啊，我大概知道，对，好，这颗你夹，这颗我夹，好，这颗你夹，这样我三分钟了、哦、三分钟可以吗？yes 所以我第一下是丢吗？对，好，好，拍轻轻拍，对，抓 tempo， 其实拍一下剪一颗也可以。对，拍 ，OK， 好剪，拍好剪，拍好剩一颗 ，OK， 笑一下，要待着待着待着，好，待着什么？待着，你就不管了。我觉得接下来的人都不会出来，因为我看到小优在睡觉，没事。唯一一个会发现，会觉得不对劲的是孙协志，一定，因为他会觉得说到底在等谁？很神奇，而且他真的会有精神哦，真的吗？觉得啦，你现在说话，我一个手这样抱着，有的时候就拿沙包，然后他因为他快掉，我用手勾。What's going on?OK， 用我的球，打掉五个地东西，回放，对不对？对对对，那你偷偷去找一个，对，好，就随便一个艺人，对对，小声，不要发现 ，OK。但我觉得 Sam 进去叫人就会叫得很直接，对，因为他比较大啦，美式风格，他就会很直接叫，然后可能其他全部人听出来，就会怎么回事？是要叫小小声。那我现在看宝文距离有没有？对啊，现在好多那种六十几岁的，我那家是刚好我那家，伟忠哥也在那家上过。对。嗯，还有。现在是健身房 ，Where do you work out？ 嗯，你都是在哪里？在那个我去，因为我现在健身房是我去的场，对，那个真的很小。好的。哦。你们现在拍？现在那个教练拍多久要拍一次啊？我的。两周。教练。三周。我们很正加。我们是说。就会连续录两天或三天这样。就是说，就比较广。全套对。他说，因为他在 working 的时候，今天、以前、第三。这么神秘是怎么样？我要叫我尽快找一个人。
所以是好，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干嘛干嘛？我看你是要做这个。每人五球，轮流打掉所有目标物。Yeah。好，我那边比较难，我先往那边哦。Yeah。OK。我找一找，不会大声的。完了，他被发现。真的是，他们是。是不是因为玩什么游戏？然后竟然是跌倒撞到垃圾桶。这一次滑雪，他有同学，他有同学，就是等待着学生。他打掉我就不用打了。对啊，对啊，对对对，你还有很多机会。太低了，刚刚太低了。哎，这个又太高了。Beautiful。哎呀，你就专心瞄它就好了，你专心瞄它就好了。可以，我们可以的。太高了，你打太低了。你往这里打，往这里打。差一点点，但方向是对的，意思是对的。就是这样子。不要太用力，不用急，因为只剩一个。在里面叫我的时候，我以为他有什么心事要找我聊。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我聊心事，你知道吗？如果我真的有心事，那又我们都没有跟你们讲过话。对，我觉得他的脸是最好可以聊心事的。所以我刚刚叫你出来，你真以为我要跟你分享？对对对，我以为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聊聊这样子。对，我俩在找我就对了。打棒球就是要找我，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至少那个方向是可以抓得到的。结束了，所以如果刚刚睡觉的是小优，也不会把他叫醒。对啊，就是所以才叫你嘘。哦，好奸诈，好奸诈。然后我们里面有装那个隐藏式摄影，在哪里？好低级哦！对，我面子要放哪里啊？你们很有心。各位，这是我们露营要用的哦，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哦，这样会犯法，我得抓去关哦。哎，其他人应该还在睡，我们去找他。你们是过了吗？过了，过了。你们嘞也过了。对啊，是你找他，他找你。我们两个同，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三个，对，我们三个一起在。所以你们俩就先兜着。对。卫生纸啊。这很变态，不觉得吗？从头到尾在看我。他说在监视我们。晓得哎。你们这样偷拍，而且不止这一颗。啊，在哪里？所以这是你发现的。没有，没有，他们拿出来。哎，你们刚刚有发现？你们刚有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睡觉，是小优，小优睡啊，我就说人生都被他睡掉。那我们要不要把其他三个人叫出来，留小优让他睡啊？哎，我们这样，我们过关了，我们就直接到下一关好了。好啊，谢谢他，让他们留在这。可以啦，今天的主题是删减。留一只 GoPro 拍他睡觉，怎么叫？哎，然后就走掉，睡觉就好。好想看。你们为什么这么chill？对啊，因为我们在聊天。你们聊什么？聊老艺人年轻的往事。因为我们两个是老艺人嘛，年轻的一辈的。睡醒，这个是睡醒啊。他之前也有儿子啊。对啊。然后我的 FB 啊，什么东西的，全部都在报。那不打扰你们，你们继续聊，没事的。
对，我们就出去了。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大家一起聊。没事，你们聊，不打扰，不打扰，不打扰，你们慢聊，慢聊，慢聊哦。好，我们第二关要冲击了，来吧。哦，来来来。直接冲击了，对啊，冲击了。冲击是什么意思？他们要第二关要吃美食了，走吧，走。好好。哎，我们什么都没玩啊，发生什么事？哎，老人家的糖包不太好。我们都还没吃。谁吃东西啊？谁吃东西啊？这这么好吗？小优，你睡到脸有睡痕哎。对啊，因为而且他从他刚刚第一关太累，第二关好了，已经开始了，结束啦，结束了，第二关玩完了。好，那我们就吃东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结束啦。对啊，第二关真的玩完了，玩完了。不可能吧？什么意思？等你们输了，等你们输了，我们就玩完啦。你们没有发奖，是故意的。是谁过关了？我们总共有三组人过关，对，所以是六个人过关，而且即使有任务，我们三组也都是完成的。对对，我们都已经玩完游戏了，我们都完成过关了。简单来讲，六个人里面有五个主持人，只有一个来宾是通过这个考验。哇！我跟你们聊天，然后就觉得算了，我要出去走走，我就出来，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鬼鬼祟祟，他们就说：现在你选一个那个卡，然后你进去里面偷偷的、安静的找一个那个一你的伙伴，伙伴，然后就进去，你找了谁？我就看到你们都在聊天，他在睡觉。你怎么不找我？睡觉。对啊，他帮你搬衣一整天呢。我在聊天，我跟你聊天，然后我们对啊，我刚刚换衣服还跟你一起换，两个都看光光了，我们这么深厚的感情，好，我爱聊到不行了。我还在那里，你说你三岁的时候在台湾生的，然后结果呢就跟着爸妈去到美国，然后呢你只会中文，小林姐跟你交心哎，你还跟他分享秦香林家住哪里，你就说出来了。重点是他根本不知道秦祥林是谁。对啊，你跟他分享秦祥林，他又不知道秦祥林是谁。你讲富兰克林住哪？他可能还不讲。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一旦我都听不懂，我是一点。你怕什么？我搞半天，太好，搞半天都没听懂。难怪我看Sam Sam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是最多的话就是一直是。那你们想知道这一关的关卡？对啊，到底是什么？这关要干嘛？好了，来，这关的关卡是看播出你们就知道了。可以这样吗？很痛苦哎。对了，没有，对了，没有了。我们是这样，你们就去看播出吧，我们就要吃东西了。那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自己。因为我们真的都玩完了，也不能再玩第二次。刚刚四个在房间聊天的就没有参与到这一关，完全没有。我想去攻的话，我们就是休息，等你们叫我们，然后来录影啊。我们要状态最好啊！我刚补妆补三次，没录到。完全，因为没有人 Q 他，他一直补妆。我完了，又说有了，再补还没录，结果已经录完了。等一下，我们不要再聊，让他们回去看播出了。让他们聊聊。那我们刚刚过的那些人就先吃东西啊。耶！